不好意思哦，你们放暑假了吗？那仓库在这边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现在是你们的暑假，哦，拍谁拍谁，哦，打扰了，啊，靠腰了，可惜你们看到是个红手，他是不是浴室看到在这边？请问你是好兄弟吗？是的话可以闪个两下吗？真的闪了，怎么那么听话啊？拍谁哦？请问这边有好兄弟在这边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全部满灯吗？哥姐超灵呆呀！哎呀，我超灵呆，五个灯。哥姐超灵，这边是很闷的嘞。拍谁啊？不好意思，太姐烫了一半，有点想睡觉，很热啦。拍谁啦？就热啊，你捏啊你。这边有没有冷气啊？我在开玩笑。哥姐超灵呆，我遇到很多超会搭，看那个鬼月自己开门，我这鬼自己开。拍谁？啊！超灵呆。一模一样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只有五公分。如果是人，怎么可能没这个声音呢？被很痒也不会抓一下，对不对？被就痒。啊！我操！哎，你刚才是不是丢我东西？你有丢吗？啊！他有丢，他有丢。哎，真的发生事情呢！我超灵呆啊！你看，它这都催化了。回去看刚刚那个灯能亮没？确定？靠腰哥姐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啦？怎么草里的说有就有啦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超灵呆！我靠背啦！哥姐，这把水怎么开的？拍谁？我打扰了，谢谢哦，谢谢。鬼门开哦，这边一定有好兄弟。好，我讲真的。啊！是靠腰的。哥姐，那鬼椅子有一戏哦，超灵呆。哥姐，你有看到那有人坐在那边吗？哇！我操，回答。哎，拍谁打扰一下？啊！我操！我回答你，有人吗？哇！我操！谁？哎，人类！我刚刚没有人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操你的！啊！我操！谁？怎么可能呢？谁的鞋子？哎，我的鞋子。哎，谁哦？打扰一下，对不起哦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I wanna play again。对嘞 ，I wanna play again 呐。啊，收你的。哎呀，贝，你不要这样抓啦，拜托一下。哎，靠背东西，靠腰，我的妈的，我把自己踢倒。哎，你踢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